我的所有的民进党的人都团结起来了，包括小英总统，包括赖清德副总统，包括左宏泰主席，包括连罗文嘉秘书长，我的之前的老板哦，包括我们选区的李建昌议员、江志明议员，还有我们所有我们民进党的党公职，包括游锡坤，现在是委员，然后包括林佑昌市长等等哦，几乎都有来帮忙，所以感谢这么多人帮忙。那包括柯文哲市长，他也都一直很关心也力挺哦。那所以这个是一个集合所有非蓝势力哦，非韩势力的一场选战。那在这么艰困的一个选区里面，有机会来改变。虽然我们目前领先的票数不多，但是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成果，对我们而言已经是一个非常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个历史性的一刻跟一个选战。那我们也希望在这个基础上能够继续的努力，然后扩大未来我们努力跟在内湖南港的基础，然后让更多的民众愿意来支持我们。那以现在来讲，代表说民进党在内湖南港还是有必须努力的空间。那所以我觉得我们还有很多要挑战跟必须要努力的地方。当然我觉得国民党这一次的整个选战的步骤，包括连总统候选人韩国瑜个人哦，还有吴思怀的因素，还有香港事件哦，其实都占了很多的一个因素。因为我在这一次选举的过程中，我也在提到哦，包括我在站路口，包括我在直播的过程中，有来自香港、来自新加坡、来自中国的很多的关心我们台湾民主选举的朋友都来给我们加油打气，然后都很关心我们这一次的选战。也就是说，这一次年轻人的投票率，还有这么多人在关心台湾这一次的选举能不能守住我们的民主哦，这样子的种种的因素，整个大环境的因素，确实是对国民党不利。所以我们的对手本身他是非常强的。那在这种情况之下，我觉得确实是一个在选战上势均力敌，但是整个大环境上其实对国民党相对是不利。但是我们也希望说，借由这一次的选战，能够让国民党能够觉醒，能够反省。也就是说，在台湾其实大家应该都跟我们人民站在一起，如果要跟共产党当朋友不是不可以，但是不能是一昧的这个亲共哦。那在这种情况之下，人民会做出选择。那也希望国民党从此能够站在台湾这一边，跟我们一起努力，一起团结，来对抗这个所谓的共产党红色势力的渗透。将来怎么帮助香港新选者请教你的计划？其实这一次也有很多香港新选上的区议员哦，就在前几天，大概20几位来我们这里哦，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竞选总部的地方哦，来了解，然后来互相的交流。那他们也对未来的民主化也有所期待。那我相信，其实，在整个香港事件到现在，台湾不管是我们民间的力量，或是我们政府，其实也都力挺跟声援。那未来有机会，我们多多的交流，我相信香港跟台湾现在是互为表里，也是相互扶持。那民主化是我们台湾的骄傲。那这一次投票，今天早上看到这么多的人哦排队去投票，我们感到非常的骄傲，就是说台湾人对于民主是如此的就是支持珍惜我们手中的一票。那我们也更认为说台湾的民主不仅是成熟，而且是亚洲国家里面最令人骄傲的，所以我们也希望把这个民主的种子持续的扩大散布到除了台湾之外，包括香港，包括中国，包括其他的亚洲的国家，让他们跟我们一样成为一个民主国家。10年前那时候当选第一届当选议员，说怎么说你没有财团，没有任何派系，没有任何背景。现在回想起来，走了10年，你的感触怎么样？未来是不是会继续坚持这个路程？所以我一直很感谢，就是民众给我的支持，给我力量，因为我也认为说，其实我一路走来，就像我的书《相信自己》一样，也想要让年轻人对于有志于从政的年轻人一个鼓励，或者是
让他们知道说，其实我们在不管做任何事，或是我们在政治这条路上，虽然大家都认为说从政一定要有组织、有派系、有资源，或是要是世家会有比较有机会，但是只要愿意努力，其实人民看得到，还是会给我们机会。那我觉得我这一路以来，不管是担任议员，或是现在有机会参选立委能够当选，其实这整个过程中都可以看到，其实即使在内湖南港一个蓝大于绿的艰困选区，也有机会来改变。只要我们问政的理念是让人民能够支持肯定的，我觉得都可以去改变跟翻转。那这就是台湾一个民主化最值得骄傲的地方。知道你跟之前有说过当选要承诺一些，因为你自己就不是在港澳以外，全台湾就你自己走，要怎么来回馈民众？回馈民众哦，因为之前我曾经有讲过说啊，如果当选的话，再开演唱会唱歌给大家听。我不知道这是回馈还是虐待啦，因为之前我的演唱会是卖票的嘛。那现在如果当选的话，有机会，当然等到我喉咙比较好一点的话，当然是可以希望能够再唱歌、开演唱会给大家听。如果大家愿意的话，这样。我是蒙上的佳宇。现在要唱吗？不是，因为我现在很着瞎，你知道吗？我现在连那个大叫都不行，我现在怎么唱？所以我现在一出场就要唱，这样感觉怪怪。唱歌可以先跳过，等到我休息一阵子之后再展现我的实力。好棒啊！好棒啊！我们现在差几票了？可以宣布吗？你们有在看吗？他这一关了，他不要给你。下一个，下一个。啊，这边这边要进队，请进来，请进来。好，大姐，大姐，他们昨天收到通知说我们已经在宣布当选，所以他们3600对啊。我们已经被盖章了，因为我们已经在这边说要当选了，所以他们就自己给我们盖章了。那等一下盖完之后，可能又取消这样。好了，你们可以赶快回去休息。好热，太热，我都流汗。你跟陈庆文好像刚游泳完。太惨了，我刚刚不是这样算球吗？我觉得大家讲话那边没有支持，都被听到。所以我现在怎样？说我深入。其他人都怎么宣布？教我们。哦，要开香槟吗？还有吗？还有。
白了。还有两个，我要给他请个少爷。香港没有，谢谢。热情巴哈姆，可以啊。好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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